刘导请，那我们今天转下面的 Script Batch 破坏突击队了。那今天的话呢，又到了我们哇白嫖时间啦，又是我们这些这个皮纳塔狂欢好伙伴了，好不好？真的是再次感谢他们几个。但我们今天的话呢，有一件要事要做，就是我们的欢迎刺客可以二星啦，各位，哦耶！你会变成我们这个经典的这个进化的二阶的幻影刺客。那这边击杀大型怪物时提供一宝石哦，这个好像也是挺不错的，至少会提供一个宝石这样子。然后它原本登出来的话，基本上会提供七个宝石哦，所以就是一个疯狂给宝石的这个宝石人啦，好不好？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幻影刺客给他走起哇！结果又是没有这个幻影刺客一天，但没关系，可以先玩了，因为这关的话，这场有坦克啦哦。我们上一次坦克也还没有，就是那个也还没有，就是那个玩的那么透彻哦。今天我们就来坦克一下啦，各位，没有问题。那我们先选个哥布林，跳个浅浅啊，完美哥布林！哇，我们这一次的场地，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故土很大哟。嗯，然后这边来个商人吧。商人哥布林流，好不好？这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我们这次还没有办法拿到这只幻影刺客嘛，对不对？所以击杀大型怪物，你就会获得就是额外的一个那个额外的一个绿宝石哎，这感觉是真的还不错的感觉。哦，那没有人。哦，那我们把这个桥先弄掉哦。哇，这一次我们在的这个场地，我们这个区域真的很大哎。大家跟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在的那个地方都还蛮小的，结果这一次超大哎，我的天！有哦，跳钱跳宝石，这样直接冲到第四名啦 啊，没问题。然后这边走起，先放一下哦，旁边这边桥也断了，各位，断桥啊！然后这边 W， 喷多更多钱钱，然后交更多的这个绿宝石可以哦。哇，我们这边等于是有三个宝箱的这个环节啊，可以哦。好，继续把浅浅弄出来，然后这边的话呢，能叫谁继续哥布林好了，继续掉浅浅哦，有更多的浅浅，我们才可以叫我们想要的东西。完了，我们应该也要选个商人的，但没关系，没关系，先拉开，然后记得这个波轮雪穴不要弄到一个太嗨哦。弄到太嗨的话特别麻烦。哎、欸，我不小心击杀了那个电脑了啊，好扯哦。好、哦，商人 ，trader， 可以哦。然后继续走起。哇，就这把完全没有拿到坦克呀。这游戏真的就是这样哎、欸，就是你也不是想拿就拿的哎、欸，你知道吗？也够好笑。完了，我这边应该要先哥布林的。哥布林一下，然后再把那个就是他的钱来升那个升商人，这样才对哦。好啦，玩商人队伍的话很简单，你就是可以在外围这样一直游走，因为别人干什么也与你无关，你就乖乖的把你的这个金币拿满就对了。苏武哦，这边还有他们的这个炮塔帮打啊。OK， 然后这边我们就来这边，然后来一下我们这边的保护。哦，有坦克了，哇！商人跟坦克的抉择，我还是选择商人啦、啊，好不好？要赢就必须还是要乖乖的。反正今天我们的重点啊，不是坦克呀，我们今天重点是我们的那个谁啊？我们今天重点是我们的这个幻影刺客二等啊！哦，虽然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呀，是不是？我们可能要下一把看到有那个幻影刺客局的时候，才可以让大家看到了。OK， 没问题。哎呦，绿宝石。往里面去一点点好了，很怕。然后这边先来个医生好了，帮补一下还是挺重要的。哎呦，看起来很电脑哦，但可能也不是电脑。哎呦，一直维持这个第二名名次没有问题。哎呦，不行了不行了，有人在追我们了。不是啊，要这样搞戏不戏啊？哇，结果还是要坦克。好，没关系。先拿一把坦克，坦克来了，各位，有坦克就更稳定了。那这些坦克还要走到旁边才可以拿到，哇靠，太滑了，白痴哦！哇靠，等一下，完了，哇靠，我被那个冰块害死啦！他把我带到那里面去啊，我直接被一个害死啊！哇靠，要哭死啦！被场地阴了呀！Oh my god！ 好啦，
好险，最后还是搬回来了，不然有够惨哎。哎，很扯耶，怎么可以这样子？太扯了吧！哎，搞毛鬼哦？干嘛这样啊？被卷进去了啊！然后那个人还在旁边堵，太可恶了吧？这个，哎呀，太可恶了，太可恶了。没事，来看一下下一把有没有？有了，幻影刺客。而且这个幻影刺客应该就是我们一般那个皇室战争那个会叫出来的那一只了哟。嗯，我们的这个旧爱啊，各位来了，看一下哦，那些母鸡一下。然后这关是要戒指争夺战的哦。通常我都不太会去争夺戒指的，我就是让他们拿，然后我旁边有捡到就捡到，然后我尽量还是去冲高自己的这个绿宝石数，就是，对，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去跟别人抢东西的人啊，各位，我是这个和平使者啊，乖乖的和平使者，好，这边，哦，来了，欢迎刺客，击杀大型单位会获得一个绿宝石哦，这有吗？好像有哦。所以我们就是多打一些大型单位就会很爽，这绿宝石就可以狂捡，这样可以哦。这样好像也是挺不错的一角色哎。然后来 main 这个幻影刺客，而且他还会再给你更多的这个绿宝石，我看到一只加一颗，两只就加两颗，三只就加三颗，四只就加四颗，有没有？那很猛哦！哎呀，哎呀，完了！哇，差点出事情啊！我靠！不要这样欺负我们的小小团队啊！我靠，差点完蛋了，好险哦！喝你个嘎仔，各位，好吃掉，这边都是小单位。然后这个时候，哇，梅维斯好了，因为我们梅维斯这边的话，还可以充当一个捕食啊，因为我们拔这个田啊，拔完之后是可以生，是可以那个，是可以吃那个什么，有补血的这个效果了，因为它三阶了啊。来啊，手法不行，打不赢，靠完了，白痴，干嘛啦？哦，今天是怎样？傻眼了耶！妈，全世界都想打我呀！我的天，哎呦，太惨了，真的哎！你看，又想干嘛？那好像电脑哎，看起来很电脑哦。我们怎么可以继续幻影刺客团？不行，我们哎，弗里莫。这个应该会拿到更多颗的这个绿宝石吧，对不对？拜托了，不要有人来打我，算我求你们。我现在很是可怜啊，各位，很是可怜啊。这个拿多一颗好像也没到多太多呀，真的是比较可惜的。再继续。哦，有戒指了，拿一下。哦，可以，这样起码就是稳夺第二。但是我们要躲一下。有人来追踪我们就很麻烦了，各位。不是啊，干嘛呀？哦，这是很烦哎！我的天哪、啊，傻眼哎！干嘛呀？来呀、啊，虎王来了啦！不要在那边搞啦！没关系啊，你就继续这样闹啊！我们有虎王啦，免金啦，各位。哦，很烦哎，不要再来了。我要先走一个安全的位置，都不安全啊。哦，真的是有够烦的啦！这一场到处被针对啊，我的天哪、啊，傻眼，完了，这就是啊，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你知道吗？哇，喂，不幸中的大幸，靠，不是啊，不是，看到这些东西，到底为什么要好像很屌一样，对不对？我看一下啊。这次我还没有幻影刺客，我再玩一把幻影刺客，等我一下。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哇，已经打了超级无敌多场了，你们知道吗？就是差不多打了差不多有够多场，我们才遇到这就在一只的这个，嘿嘿，幻影刺客啊，
打喷嚏啊，我的天，好不好？超级无敌扯的，我们玩了超级无敌多场了呀，好不好？哎，这是一金币宝箱哦，我们终于可以万影刺客大买特买了，各位。那我们这一把最后我们就是万影刺客无敌狂买啊，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应该是蛮嗨的啦，好不好？但是一金币宝箱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在于，就是你可能会找不到宝箱啊，因为大家都抢破头了，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想要这个便宜大甩卖啊，好，会比较麻烦一点，没关系，我们就继续加油哦。那这个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各种的这个随便乱买了啊，因为我们只要有1块钱，我们就可以买更多的这个东西哦。然后所以这边的话，大家基本上队伍也是会变得非常非常可怕的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加油，看一下能不能弄到最棒的这个搭配。好，来啦，宝箱要拿要拿，反正现在基本上不管怎样，就是先抢宝箱就对了哦。因为怪物晚点再打没关系，宝箱一定要赶快打啊！然后我现在还在打怪物，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靠，是怎么样？啊，我们的幻影刺客嘞 ？Hello， 我们的幻影刺客小姐嘞 ？Hello， 好，没关系，那往右边去看看啊，继续砍一下木头。哦吼，然后这边涡轮姐姐还是要拿。幻影刺客，幻影刺客，没有没有，那就来一个帕姆补血啊，补血还是一样要拿的。哦，来了，来了来了，各位，看一下我们累积到超级无敌多只的幻影刺客，然后去打大只的，会不会直接蹦出一大堆那个绿宝石？这是我想要看到的哦，应该是会顶嗨的，好不好？大只怪可以，来多掉一点这个绿宝石给我们，没问题，砍，开砍，然后这边继续，拜托幻影刺客。哇，没有，那就母鸡吧，继续 chicken 走起，然后拿个血鞋走进来，继续 chicken， 好了，两只差不多够了，两只差不多够了，剩下要赶快来找那个幻影刺客了哟，幻影刺客拜托多一点，别搞了，幻影有了，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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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完美。幻影刺客，母鸡继续加多一点这个鞋子啊，待会逃跑才不会就是出大事情。来，哇，没有，那女巫吧，没有幻影刺客，只得是女巫了。哎，宝箱不要，先别毁，完了，宝箱开始在没有了，各位，宝箱开始越来越少了，各位，来杀这个人好了，电脑啊。Computer， 不要一直吃我的宝箱啊！哎，欸，他是把我幻影刺客杀了呀！对呀，他把我幻影刺客杀了呀！你完蛋了，我跟你过一步，这不科学，我杀死你！我太多东西了，完了！你有做到我们想做的事情，完了完了完了！幻影刺客先别死，不要闹啦，不要一直来啦，干嘛啦？哇塞，我今天真的是人人喊打耶，我的天哪，干嘛呀？我想要达成我的这个目标还不行吗？我没有去烦你们，真是的，完了，这麦翠丝了，麦翠丝开跑，完了完了完了，先跑先跑，哇哎！很难很难搞哎，因为大家这把全部都是一倍的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所以代表大家这边的这个拿的这个队伍都会很强啊！我的天哪，啊，呀！原本想要弄什么那个哦，我们的幻影战士流没了，各位，果然还是不该随便乱玩了，我们好像还会输，是不是？没关系，最后一名，最后一名第五名可以了。哦靠，被坦克打到了，GG了，哇，今天根本疯狂被打耶，啊。